というわけで、ようやく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ね、こちら、ジェンカンルアーですね。ジェンカンルアーというなんかあのマッサージ店ですかね。ここがようやく撮影許可が下りたんで、じゃあちょっと30分整体マッサージ受け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チョンファーシーでね、ガンモザイープレンのチョンファーシーがもう全部やんシーシャー、行こう。ようやく見つけましたね、ここにね、いますね、なんか健康楽本格手もみって書いてますけど、2階ですかね、ちょっと行ってみますか。はあ、気持ちよくしてくれるんですかね、こんな感じなのかね。循環でやってみます。ここに風俗的なサービスは一切行ってません。風俗はね、メイオはね、がタービアだ、ジェングイだな。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。お、あ、お、ガンザじゃなかった、アデンファーデン、リバル。お、お、ほほ。というわけでやってきましたね。先試一下、電力是大概是这样子，这是正规的按摩店。就，那现在可以按摩吗？可以。哦。可以，然后一会儿做三分钟。啊，对对对。嗯。哦。现在可以吗？还得等几分钟。等几分钟？哦。行吗？好好。啊？十分钟。十分钟。好。十分钟以后就。好好，那我坐先坐下。啊，我给你倒个茶。好好，谢谢。一个小时5,680块钱，我不知道，需要减肥的人，还有那个亚瑟鲁这个东西，还有两个小时的11,880块钱也有，有好多套餐。我今天做的是半个小时，2,000日元。半个小时2,000的没有，どうですかね？我一会儿问一下。行吗？温度可以吗？哦，温度可以。可以。好好。北京怎么样？你经常去北京啊？哦，对，我平时就在北京。我在北京已经待了11年。你在哪里？在北京。在北京哪里？我知道。北京朝阳区。我也是朝阳区。管庄。同州就差不多同州。啊。是吗？是那边。对，因为疫情太麻烦，所以我先回来这边。我住在那团结湖。哦，团结湖哦。这关节，这关节泡脚型，而且这个跟中国的泡脚一样，对，就一模一样，这样。而且在北京的那个泡脚一样。但在北京是用木盆。哦，对对对。对吧？是用木盆。好。你擦一下就好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时间有点紧。哦，没事，因为我突然过来，所以这应该需要提前打电话，预约比较好。对，因为我没想到那个没有有客人那么多。六日吧，会忙的。哦。一般的客人都。周末比较
休息，所以今天是周末，所以对，人比较多。的话把口罩摘了没关系的，哦，是吧？消过毒的，好吧？好好。你中文讲的太棒了。因为我时间太长了，已经太厉害了。在中国的时间太长了，太。呀，最后给那个结束了，那个按摩，半个小时，哇，现在比以前好多了，挺舒服。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西藏国的时候，就过来到这边那个健康热，健康热这里，健康热是。那个地铁站的西口、东口都有，就是，这是二号店，好像是，半个小时的话应该2000日元，人民币差不多100块钱，很便宜，而且比日本的那个按摩店便宜多，而且他们的技术挺好的，挺棒，专业的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